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强啊。这个是一大一小两条魔鬼鱼啊，爷孙俩啊。我们今天就用这一对爷孙俩去打窝。这个这一条有个十几斤，这条有个一斤哈。终于剁开了，看到不知道，高不高？后面这边马上涨潮了哈，打窝，打窝。那我们过两天过来抽啊。两天后。抢滩断路，今天叫了我兄弟蒋哥一起过来谈这个从来没有超过的水坑啊。二哥拉伸一下筋骨，准备开抽。好，一二三，来，快点下来，下来抓鱼了。这个塑料一样，哇，第一条就是小烤山。哎，这里还有一只。哇，大狗山，哇，可能一对父子啊，爸爸带儿子出来觅食。这是虎鱼啊，哇，这个很罕见啊，这小孩子吃的特别好，小孩子如果晚上经常尿床，这个特别好啊。哇，这一条有个七八斤了，哇，好凶猛啊，啥鱼啊，怪怪的，哇。很漂亮啊，炮弹鱼，漂，就是现在以色列巴勒斯坦经常出现的这种炮弹啊。这个有个两斤，啥鱼啊，哇，好大，花鳗，哇，七八斤了，这一斤100块钱啊，哇，七八斤了，哇，这个鱼都在石头缝底下。这边还有一只更大的，哇！刚才那条是白花鳗，这条是黑花鳗，哇！这条10斤啊，很肥啊，很有重量，大概有个，这一条大概值个1000块钱有了。现在来一条红鳗，比我人还高啊！我有1.8米，这条鱼至少有个1.7米，啊，我1.7米啊，这条鱼至少有个1.8米，说错了。这个也是男人的好扳手啊，吃了这个上了不喘气。哇，红骨鱼，红骨鱼啊，一斤来了，哇哈，直接窜出来，青斑啊，大概有个一斤，这个一斤要120，这种石斑也很好吃啊，啊，身上一点一点红红的，你看这个石头，这里还有一只，石头赶紧给你看一下，不要咬我啊，大哥。跟你无冤无仇啊！哇，来了兄弟，来了兄弟！这条有个10斤啊，手都被割到了，哇，你看这个盲鱼的牙齿，哇，我血泡都又喷出来，不要咬我啊，大哥！哇，太大了，可能快10斤了。哇，不要跑！哎呦，这边还有一条鳗鱼，哇，往哪里跑？往哪里跑啊？往哪里跑？哦，靠不住！哦，哈，抓了那么多只大花鳗，今天来一只小花鳗，一斤多了。今天抓的都10几斤了，都是大鳗鱼啊，红鳗、青鳗、花鳗，这个是白花，这是黑花，哇，这个白花抓了3只，黑花抓了1只，啊，青鳗抓了3只，还有这红骨鱼、炮弹鱼，还有狗鲨，你看，狗鲨在这里，还有石斑，这么多鱼。至少卖个4000块钱有了，我们拿去卖掉吧，回家了。哎呦，谢谢观看，记得点赞哦。